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层，我相信你都会遇到和我一样的烦恼，就是我们女生永远都找不到包包的东西，找个家里锁匙也得花上我们几分钟的时间。而这一款 Bright Tot 3.0 将会是我们女生们的救星，它也荣获了德国设计奖 Red Tot Design Award。 你可以看到呢，包包的外观是非常亮眼的红色，也设有四个隔层。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雨伞；第二个层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携带物品，例如 Power Bank，还有我们的手机电话，六寸大的电话也绝对不是一个问题。而第三个隔层呢，则是可以放入我们工作时所需要用到的小笔记本、笔。而第四个隔层呢，可以放入我们的水壶。大家可以看到，就算体积比较大的物品呢，放入这个隔层呢，看起来整个包包也不会鼓鼓的，非常难看。而这个隔层呢，里面也设有一个挂钩，女生可以把家里锁匙或者是车钥匙挂在这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找不到钥匙啦。当然，这个包包呢，最好玩的地方将会是接下来大家介绍的这一个特点，只要拉开这个拉链，当然，包包的两侧设有 LED 灯，所以女生呢再也不用担心在比较昏暗的停车场或者是车里找不到手机或者是锁匙等等的物件。当然，很多人会担心，那么 LED 灯会不会一直亮着而消耗我们的电池能量呢？当然，暗示不会的，因为呢，我们也注明了在包包的两侧写着 Remain visible to ensure the light is off。所以呢，设计师很巧妙的把 sensor 布置在了我们包包的两侧，只要包包呢一靠近呢 ，LED 灯将会自动熄灭；一拉开呢 ，LED 灯又会再次操作。当然，操作这个 LED 灯呢也非常的简单，包包里面有一个电池插座，只需要两颗呢 AAA 的电池就完全没有问题啦。再大家介绍一下，只要把这个开关呢移去我们的 off， LED 灯就会按了下来；只要移去 on， LED 灯又会再次操作。当然，我们先把它移去 off 的地方，继续介绍我们包包里面的构造。里面呢也是有一个隐秘的隔层，大家可以把电池插座放进去里面，大家就不需要担心拉扯到我们的电池插座啦。包包的两侧则有四个非常大的隔层，女生们可以放入我们所需要的化妆包、粉底、口红等等的物件。而这里呢，则是有一个拉链的隔层，可以放入比较贵重的物品。而包包的中间呢，则是可以放入我们平常工作所需要用到的 iPad 或者是 laptop 等等。比较特殊的布料呢，可以保护我们 laptop 的那个外形。当然，我们女生呢，时常要带好多卡出门啦。卡 holder 是我们的必备品。ATM 卡、Member 卡或者是我们的 Touch and Go， 有了这个绝对不是问题。后面呢，则是我们的 Tissue Compartment， 这里呢是我们的零钱 Compartment， 女生就在还钱时不需要担心找不到我们的零钱啦。而包包呢也附送了一个我们的肩带，所以呢女生呢不管要肩背、斜背或者是手提，当然也都不是一个问题。而这一款呢就是 Dominus 呢为女性们特别而设计的 Bright Tot 3.0。